台中北屯微商公司山本富也攻进了寿司市场，举办的新品上市发表会，主打保健食品橘色神秘果。而有别于其他的发表会，举办了夜店趴，不只有电音组曲，还有辣妹热舞。现场呢还抽出了40支最新的 iPhone 12，现金50万元以及家电奖品，让大家摸奖摸不完。台中微商公司山本富也新品发表会，总裁董事营养师一字排开，五人同框倒香槟庆祝新产品上市，抢攻瘦身市场。台上辣妹超级会扭，台下大家超级开心，举香槟跟着 EDM 的音乐轻松摆动，仿佛置身在夜店。这家位在台中北屯的微商公司山本富也，目标再创下10万业绩。这回强打神秘果，小小的一颗像橘色的糖果。长期性便秘的人也很容易有小腹的突出问题，所以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需要。那我本身需要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一样都有这个便秘困扰。那另外呢，里面也有我们的专利酵母，也有非常多的这一些综合的消化酵素，来帮助我们呢三餐餐后的这一个消化吸收。除了现场的 party， 公司还大放送，抽签送出40支最新的 iPhone 12，还有现金50万和多项家电奖品，不吝啬送出，就是希望在疫情艰困时期，透过网络微商卖得下下叫。尤其现在大家看重身体保健，假日也会健身保养，借此能跟上风潮，大赚一笔。东森新闻吴俊祥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画面上，这名重达80多公斤的保姆压制男婴长达19。